爷爷，嗯，帐篷搭好了，进去休息吧。你不进去吗？我就不了，我坐在这边守夜。外面很冷的，你进去一起吧。没关系，你快去吧，倘若让别人知道我跟你同帐而眠，传出去对你不好。乌云盖雪会说出去吗？这儿可只有我们俩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快去吧，快去休息吧，啊，快。那你要是不进去，我就在外面陪着你，你什么时候进去我再进去。好冷啊！大然哥哥，你睡着了吗？怎么还没睡着啊？你喜不喜欢像我大姐那样成熟又稳重的女孩子？我和你大姐是朋友。那像我二姐那样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呢？我呢，喜欢勇敢的女孩子。嗯，